游戏《阴阳师》改编电影是神令，请点赞、订阅并转发，谢谢。2021年1月25日11:31:09，我要投稿大年初一，强强对决，改编自游戏《阴阳师》，由陈国富、张家鲁监制，李蔚然执导，陈坤、周迅、陈伟霆等主演的东方新奇幻巨制是神令发布昆汀斗鸡预告。电影中陈坤、陈伟霆本是师兄弟，却因为一念之差各自走向正义和邪恶的道路，戏外二人在片场比拼手诀速度、吊威亚，逗趣互动和轻松玩笑的氛围萌点十足。陈伟霆表示和陈坤对手戏最多，但他们拥有不用培养的默契。陈坤也对陈伟霆每天5个小时化特效妆的敬业精神表示欣赏，年轻弟弟很敬业，我很尊重。戏里兄弟反目，戏外默契无间，让观众更加期待这对师兄弟的对决。陈坤佩服陈伟霆化5小时特效妆，二人片场斗鸡互相折磨在《是神令》中，陈坤饰演半人半妖的异类秦明，陈伟霆饰演阴阳寮大师兄慈木，二人本是亲密无间的师兄弟，分别数年再相见，慈木却站在秦明的对立面。这其中的是非曲折不禁引人猜测，慈木从正气凛然到入魔黑化，人物状态跨度极大。首次与陈坤合作的陈伟霆说，在和前辈陈坤大量的对手戏中学到了很多，他们的默契不需要培养，第一个镜头就能感受到他的节奏。而陈坤了解到陈伟霆的黑化造型要化5个小时后，对他的敬业态度表示欣赏，他的特效妆要化5个小时，很辛苦的，让我很尊重。二人片场氛围十分融洽，互相打趣，结印手诀和吊威亚都成为了比拼的项目。陈伟霆在结印手诀中添加了不少自己的巧思，还加快了速度，而手诀对陈坤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直言设计这么复杂的动作，你是来折磨我的吧。不过吊威亚环节，陈坤则表现出了足够的自信，并精心设计了帅气的吊威亚动作。陈伟霆不甘示弱，绷着也要完美完成自己的戏份。对戏结束后，陈坤打趣陈伟霆，好小弟，你竟然杀了我。陈伟霆立刻机智回应道，杀了你我就能做男一了。频频幽默互对，也足以见得二人合作的默契和友谊。秦明慈木一念成神一念成魔，分寸之间命运走向隐猜测，是神令中秦明始终衣袂飘飘，自带仙气。陈坤笑称自己身穿秦明的衣服，吊威亚像鸟儿一样，特别妖，特别仙。而陈伟霆饰演的慈木，前期是美好温柔的白月光大师兄，后期则是红发长角的大反派，反差极大。两人的造型也暗示了这对师出同门的师兄弟最终截然不同的命运。一同曝光的一念成神一念成魔版海报，更进一步暗示了秦明和慈木两个人的迥异命运。从小同在阴阳寮长大的秦明和慈木，一人用善，一人持剑，然而一念之差，秦明和慈木却选择了一正一邪截然不同的道路。白色长发的秦明看似妖化，但眼神依然善良正义，暗含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。而陈伟霆饰演的慈木妖化后，赤铜长角，被力量反噬，邪气冲天，眼里再无半点当初正直善良的影子。随着秦明和慈木人设信息不断曝光，也令人愈发好奇，陈坤和陈伟霆会如何演绎这对同样拥有双面反差的师兄弟。大年初一，影院见分晓。电影《是神令》由功夫影业宁波有限公司、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司、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，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盛典北京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、
北京燃世界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，陈国富、张家鲁监制，李蔚然执导，陈坤、周迅、陈伟霆等主演，将于2021年大年初一正式在全国上映，敬请期待。